如果呢是有玩游戏超过20年的玩家，对于《坦克大战》这一款经典游戏一定是不陌生啦。想当年呢，它可是风靡了大街小巷的一款超夯游戏。而现在呢，这款游戏就在中华网龙的创意加持之下，以 Tank Go 的新形态要跟大家见面啦。现在呢，我们就请制作人杰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Tank Go 的新玩法吧。我是神奇的杰克，这是相信6年级的同学们都还记得《坦克大战》令人废寝忘食的那个乐趣。这是网龙推出的《坦克 Go》这个游戏，除了保留了剧情模式，还有当年的那种技术对战的需要动脑筋的那一个部分之外，我们还加入最新的连线对战，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合作，跟敌方坦克来进行对战之外，还加入了场景物件破坏的机制。所以你除了可以透过策略进行游戏之外，你还可以把整个场景打得面目全非，然后可以让你玩得又嗨又开心。相信接下来网龙推出的所有手持装置游戏都可以让所有玩家越来越期待。哦，真的耶，听了我都已经热血沸腾了，赶快一起去破坏吧 ，Go！ 好康来了，如果想要拿到中华网龙所提供的好康赠品的话，赶快把今天的通关密语写下来寄到这里，好康就是你的哦。